大家好，我是魏泽西，我今年21岁。在我读大二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患恶性肿瘤。经过这1年多的治疗，我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。我的家庭也不堪重负，但我不想死。我21年的奋斗和努力还没有化为光，化作光和热。我还有梦想，我想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，我想经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人生，成就自己的事业。同时，我是独子，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我现在死去，我的父母将会怎样度过他们的晚年。我还有这么多关心我、爱护我的朋友。我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，让我度过这个人生之中最大的厄难，去继续我的人生，去经历广大的一切。谢谢大家。